现在外面有一派呢，叫做南派。南派呢，跟我们北派看病的时候不太一样。我们看到我们是实证的位置，他看到都是虚证。所以说，病人一出来，不管是什么肝癌或者什么胃癌，怎么一看，阴虚，好，都是阴虚。当你把病人当阴虚的时候来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开补虚的药，好，补虚的药，好，补虚的药出来，来治疗阴虚。那我就跟诸位归纳六个补虚的缺点，好，就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包括他吃维他命也是补虚，补虚，好，第一个呢。如果你是疟症，好，疟，这样哈，这样子，病人呢，如果下痢不止，好，你把它当成啊下痢了，阴虚，去补阴它，去补它，好。造成脾，好，脾症的心下脾，好，我们的泻心汤就这样来的，造成脾症。好，这是疟，往来寒热啊。好，如果病人呢没有往来寒热，就是下痢，好，包括痢血啊，好，大便排血出来。如果你把痢下痢的当作阴虚来治的时候。补阴的时候，造成鼓胀，肚子呢变大，腹部就鼓胀，所以你这个病人在下痢，你再补阴一补，腹部就胀起来。所以说，不要随便乱开阴虚，好，补阴的药给病人不好。如果说病人是咳嗽，这就看了很多。你把这个咳嗽呢，当作阴虚来治，哦，病人就会成为萎，就是肺会萎缩掉。这我看的非常多。这个病人呢，本来就是咳嗽而已啊，不管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，或者是好，哦，肺里面有这个。只是一般性的咳嗽，或者是你有肺炎，或者是有 TB 啊，就比如说这个肺结核，那你一直在开滋阴的药，美国人用了很多，就是我讲过维他命，吃到后来呢，肺都萎缩掉，好，不但没有用，更坏，更坏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病人是有痰饮，好，后面呢会有痰饮篇。胸腔里面有痰，肋骨之间有痰，里面有积水在里面。痰饮呢，病人呢，你把它当作阴虚来治。哎呀，老师，这个人也是阴虚，好，当成阴虚治。这个病人会出现呢，这个肿，好，很明显，病人就会浮肿、脸肿啊，肿起来。如果病人呢，有吐血，好，泻精，就是梦遗啊，精子不守，好，你说哎呀，这个人吐血，哦，那个阳精又不能守，阴虚，你又把它当阴虚来治，好，这个呢，会造成劳症，劳症就这样来的，好，所以很多病是被制造出来的，好，被制造出来的。如果病人呢，这个也是很明确的哈，湿主在中焦里面都是湿很盛，照理说我们用白术茯苓啊把湿排掉，好，好，湿主在中焦或者是食物停滞在肠胃里面，承气汤把它清掉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做又是阴虚，好，就温病呢就想有啊，都是老是这个都是阴虚。又把去补阴啊，就是成膈，造成呢膈
阴阳的相隔，好，就是你把病制造出来了。所以有六大弊端，临床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就长成这样子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遇到病人，你我们经方，我们知道经方家，我们知道他是阴虚，我们不会开补阴的药给他。好，我们可以用阳的药去把让他阴自回最好。所以阴呢是让他能够自己回头是最好的方式，好，才是真正的治病的。好。